这个这个那个团团跟那个瑶在进行特殊召唤仪式。没有，我起来了。要献祭了吗？这是召唤什么？要献祭作者。召唤作者。哎呦！我们召唤你啊！献祭了，献祭了！被献祭吗？调皮波。在献祭。因为他现在输很多，每次看你那个死掉都特别的舒服。舒服愉悦吗？死掉很舒服，有喷发的效果，舒服，然后有回空间。F 五说不定看得到、啊，看得到吗、啊？看不到吧？你试试看、啊、有没有？没有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好了，第二个三十四届要开始了，耶！开始，三十四届一月一日，快要三年啦。哇、嗯有！有新人，有新人继续讲书哈，每一届都在讲，好像连讲三届了。嗯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不错，看第一本，看第一本，每一次有新人就先介绍一下。那个作者的话吗？这次作那本不看了。那本就不看作者的话。作者 QQ。作者 QQ。作者 QQ。有空你们自己私下去看好不好？慢。对，21个人分7队，随机分队。然后地图大小，这都跟从前一样，跟新人讲一下，我们地图不大，随便走都会看到人了。然后游戏难度是3，开放观察者，表示你死掉就可以享受这一个了。如果你这次拿到冠军，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。享受吗？你要享受到比较好。然后同队还是不会有伤害的，不用怕。除非你真的很怨恨他，把他用人家鬼鬼是有为什么是蛤？想要打谁啊？这个蛤竟然是鬼鬼发的，大家蛤一下。红队有推挤，然后可以看到血量，然后其他目前也都还没有开放。好啊，然后地狱也是没开放，不过可以打那个什么，打女巫获得药水，这个是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可以尝试看看。好的。然后讲一下那个第四本，一样是跟前面两次一样，都是随机缩圈80分钟，然后压得很快，死掉的人很多，从两届下来死了4个人左右。提醒一下新人要特别注意缩边界，会比你挖的快一点点。所以会来不及挖，嗯嗯哼，哦，然后那个这一次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所以边界那个你可以看最那个什么倒数第二本书，那个线高会比高度会比较比上一次高10格啦，嗯，好，特别讲一下这一个，就是在85到75格，可是如果是正中心的话，大概我刚才去看了一下，大概是90格左右，所以还是要往地下挖，往下挖，对，所以会在地下战斗，哎。那个不一定有，如果是刚好是在峡谷或在一些空旷的地方的话，就要在天空战斗了。嗯，天空，所以对，这都是随机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缩在哪里。嗯，好的。啊，秋风提醒一下，它那高度75到85，你用 F3看的话是76到85。它那个对，小朋友要特别讲一下这一点，因为它上丢掉牌。杰克也被压很多，这样76到85，对，嗯，那个看一下最后一本，最后一本是最重要的，好，这一次鱼桶合成，鱼桶合成，好不好？哦，钓鱼了，对，开钓开钓，那个叫什么？河豚会刺伤你，钓鱼喽，天晓钓鱼喽，钓鱼喽，钓鱼喽。所以这次的主题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叫做钓鱼 UHC， 好吗？万圣节钓鱼台，万圣钓鱼台，钓起来，应该会有很多人都在钓鱼的，很可以。那个自我介绍开始吗？啊，还是你要先提问？哎呦，你要提问的吗？应该是不用啦，应该是不用。新人要提问吗？可以提问什么？小雨的体重有多少？这样吗？哇！啊！没事。有吗？新人有要提问吗？得新龙发问好了。新人，
发问一下，可以开同队伤害吗？居然是这个，居然打了，太凶了吧？我觉得有点怕。你认真的吗？你玩完这一次，如果你下一次再参加还想要的话，我就。好恐怖哦！不好，有人反对有没有？啊，没有，问完了，来自我介绍吗？感谢小七点，突然我感冒了。喂，嗨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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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嗨，好，大家好，嗨，烦到超烦的，下一个，等下换我了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。23哎、欸、不是啊 ,30 的界了。谢谢大家的参加。那个我要讲什么哦，对，那个除了地狱主播之外其他都好。好。下一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尾太犬魔王。下一位。姚。好，嗨嗨嗨，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那个，我想要跟秋风同队一次看看。好，下一位。我没有跟你同队过。没有。我都记得。他从上届这么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月。我今天呢要当佛系的主播，有机会就会当到主播了。看到谁我就会冲过去了哦！我好恐怖、啊。那你可以不要砍人，直接冲过来吗？不要，我还是要砍人。那你这样一点都不佛系啊！反正我觉得泽平说的真好。繁星，大家好，我是繁星啊，我今天感冒了，下一位。早日康复。哎呀，早日康复。大家好，我是。你学屁呀、啊？早日康复。金瓜回头很好吃，有人吃过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实生活中很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弟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请繁星吃河豚，说不定他就好起来了。你攻读吗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去找你，跟你讲，我只找你一个。没有，搞不好你们还有一组啊。哎呦，刚刚断线的。我就拿河豚丢他。我不要河豚靠近我。这位，大家好，我是狗音。狗音。抖音，抖音，有点厉害哦。这个讲的也是蛮猛的。你好有名哦。所以要跳一段吗？下一位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哲平。好，下一位。嗨，我是小安，下一位。嗨，我是鬼鬼。哇，对啊，天哪，你是不是把感冒传染给我了、啊？万圣节造型，然后发现，原本我就适合万圣节的造型了。不用改，可用吗？七月又是你的日子了，方便，又是你的日子了。你要看好多人直播，是辛苦啦。嘿，我是二零，今天也是我的日子。你们两个都一起的，对啊，是一起的，都是飞人呢。这里有多少？我等下就同队了。好，换我了吗？对，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，是河部央，不是水部哦。下一位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，下一位。Yeah. 啊，没有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下一位。这不见了。大家好，我声音好小，他就不见了、欸，很小声。把圆圆声音调大一点。你是不是也感冒？你可以大声一点，口一点哦。圆，天气很差。忽冷忽热。那我也调一下。够了，那个 V 字领的，嗨嗨，是神秘团吗？嗨，我是熊猫团，不是神秘团，好下一位，没有下一位，没有下一位，没有下一位，我就是下一位了。他那个是神秘团，一拳你有没有讲过？没有，我刚刚断线了。一拳啊，还是有下一位，还是有下一位。我是一拳，大家好，下一位。没有下一位，没有下一位，真的没有吗？嗨，大家好，不要丢回来给我，还有谁？没有，那个我们的游戏是100分钟哦，为了配合大家，所以那个让你们同队聊天5分钟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再开始，顺便尿尿，培养感情，顺便尿尿，要分队了，要分队了，好，将约去尿尿，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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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同队三被打开。同队三被打开。哈哈人凶手。蓝色。Oh my god。蓝色。蓝色。好啦，下去了。羊羊羊我也在想，说是蓝色还是深蓝色？蓝色。哎、欸，王第一次玩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跟你同队，真假的？对啊。可恶，打、哎、不到你了。那你还敢冒？没关系，我们会掉很多河豚。不用怕，以毒攻毒。好，我在你面前吃。不要。你不是想喂我吃河豚吗？掉起来不一定要吃嘛，怕好可怕哇！哎、欸，你的这个 skin 是什么风格？我不知道，感觉像日本鬼，白白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丧尸之类的。你说帮我，可是丧尸感觉衣服要破破烂烂，对啊。说帮我画的人说上僵尸会更恐怖，说好，那下次我用。那阿比你怎么没有变？没有哎、欸。那巧克力怎么没有变？嗯，我第二次同队啊。我已经是啊，这就万圣节造型呢，看起来没有很吓人吗？啊、好可怕、啊！快逃、啊！哦，有人说第五届的时候有同队过，多久啦？至少有过啊，至少曾经有过。好吧。有过一晚。巧克力是不是没直播？对啊，来看我的台。没有、啊，他转 No No Life 了啦，你去找就有了。都在 No No Life。对啊、欸。所以这一次钓河豚反而是好运。对啊。那我就很难了。就是钓鱼，嗯，我们的目标是钓鱼，然后钓到越多河豚越好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河豚你可以跟水桶合并。对，我们的鱼桶河豚。河豚桶。哦。懂吗？那个河豚桶放在你旁边，会直接让你啪滋啪滋的。所以你也会伤到自己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你不要玩啊！是一个技巧啦。所以我吊起来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嗯，也可以啊。你千万不要放在前面有草的地方啊。欸、有草的地方会怎么样？会挡到，会挡到你的视线，然后就被戳了。阿比，你的声音有没有办法再更大一點？大一点点？再更大一点吗？对啊，因为第一次已经帮你调到最高，我已经帮你对啊，还是希望你再更大。喂喂喂，希望是阿比大大。啊，可是我自己语音也拉到最大了、欸，是 哦, 哦，所以是麦克风的问题了、嗯。对啊，他最近有点傲娇。麦克风的那个等级也不能再调、啊。我怕增量一拉，等一下就跑。不是增量啊，是等级。右下角那麦克风的等级啊。哎、欸，还真。Windows 系统右下角。现在呢？现在有好一点吗？有大一点，有一点点，因为我已经拉到95了，100啦，100啦，100啦，那就100，那100，可是我100会爆音欸，不会，不会啦，就是要你爆，嗯，你这样子清楚多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吧，这声音可以了，阿比的好声音，大家要这样才听得到啊，因为我怕我现在那个声音大，我大叫的话会爆音。不会啦，然后我们可以做调整。嗯，好，那现在音量呢？已经不能再更大了，它已经100了。可以了。反正是我们要第一次要重新调回来了。对，好，抱歉，没有，不会啦，才对的话，对啊，因为刚已经调最大了啊，然后也调不好。嗯，这样的阿比的声音多棒啊！等一下你叫我们就可以听到了。嗯，这样等一下我们放岩浆才有意义啊。什么？是我是要被献祭的那个吗？没有，吓死！可以，哇，那个这个地图也会有很多黄金，黄金啊。哦，可是树好像没有那么多，运气啊，树没有已经算多了。要看区域吧，如果在中间的话比较没有。哎，真的，也要一点小运气。嗯，也不晓得有没有甘蔗。看不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用河豚战法。嗯、好，我可以当负责钓的人吗？谁在那边招呼托马啦？啊！怎么这么凶？白痴哎！应景一下吗？
应景。要够够了吗？怕他那个会有啦。他是、倒数了，倒数了，他是不是也会掉下去啊？我不知道，不管了。来来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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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喂喂喂喂！哇，旁边就是你的主场哎、欸！丛林呢、欸？丛林会有巧克力的同类吗？有西瓜、有牛。有，你说他看到哈基了、啊？有啊，你没看到吗？小心哦！太快了！我在看甘蔗。你看地上还有，哎、欸，附近其实有人哦，我们往这方向 OK。好，好。我就跟在你们先打一下木头吧，我看看有没有甘蔗。原、原地掉啊，因为它骑在马上面啊。谁叫他要骑在马上？那是苦力怕。真的假的？你小心。繁星有苦力怕。那有这吗？逃离，逃离，逃离。在上面。上面。为什么你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？没有，他现在没有很近，但是他刚刚在有点近的地方，有点近的地方，所以我就要小心。知道就是你那边啊，杰克打他好几下。我现在、欸、来了，你引过来了啦哦！这边是你的吗？好，先打木头。